你干啥子？你看不到我，准备杀猪噻！快点帮忙！你才五月份，啷个找到开始杀连猪了吗？杀啥子连猪？连嫂嫂的朋友些来耍，屋头没啷搞头的，杀个猪来招待他的朋友些。招待朋友要搞恁个大的阵仗吗？嫂嫂一天啥子事都不做，凭啥子要对恁个好啊？ 凭啥子？你说凭啥子啊？就凭当时我媳妇儿，你们情人家说过啊，自己的媳妇儿自己不稀奇，等到人家来稀奇啊，我不选人家来帮那种嘛哈。再说了，女娃你家还不是要面子啊？我把她的朋友招待好了啊，连她才会给我面子噻。面子能当饭吃吗？能当衣服穿吗？算了，跟你说不通，等到那个猪死定了，你不帮忙了，我滚开点。哼，又不是喊你媳妇儿过来。 心越小，不问因果有多少，独自醉倒。